rooms, I can't find the room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谭小静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果敢软糯的糟蝎子，先去准备一下哦。配菜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去生火了。16000肉下入蝎子，蝎子差不多炸3分钟哦。下入菜椒，快速的撒一下就可以。嗯，好，出锅。热油下入蒜尖、泡椒，加入干辣椒、茄子。蚝油、盐巴、鸡精、白糖，快速的翻炒哦。可以出锅了。好鲜的味道，你们先尝一块哦。嗯，口感好糯哦，味道太鲜了。浓浓的剁椒的香味，然后加上炸蝎子，特别的香。嗯，越咬越糯。味道太香。烧蝎子真的非常好吃，吃得好过瘾哦。然后特别的下饭，又简单又好吃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